小医生可以陪葬。
放车，看好了，经纪人。那个女人是穆少什么人啊？穆少居然一直在小刘身外守着他，凶的是那个吧？是他，真够不要脸的，先是抢了楚楚小姐的身份，又抢了她的男人。不信也说我妈妈，不信也说我妈妈。谁让你出来？大坏蛋，你把我妈妈怎么了？我救了她，是我的妈妈。他们都说是，妈妈是你的夫人，是真的吗？假的。假的，上次你还欺负妈妈呢。大坏蛋，我警告你，你要是再欺负我妈妈，我就……这小子怎么和我小时候那么像？你妈妈这五年不少男人吧？一般的男人她看不上。看来就算是她一无所有，也改变不了攀龙附凤的恶习。不许你说我妈妈坏话。那你告诉我，你妈是谁啊？我妈妈怎么样了？穆少，夫人已经逃离了省局局。穆少，我不知道这小子留在哪儿。让他在这儿陪着吧。穆少，人我都带了。一人一瓶，喝到不高兴。穆少，看，你这谄媚的嘴脸，看得我服。到上海行不？我还没出院。对不起，不是，不是我们错，是小莲，都是小莲让我们做的，我们都没敢下狠手。对对对，我们三个都不敢动手，是小莲说打疼了也没关系，还说既然拿钱。谁的钱？说谁的钱？动手，打到输为止。穆景言，我真的猜不透你。妈妈放心，晨晨会快点长大，不让任何坏蛋欺负你。你真乖。穆少，老夫人去医院了。我是处理干净。是。这蹄子你还敢回来？怎么，你用一装可怜就能来勾引景元？老姑婆，不许你说我妈妈。单婉晴，你都有孩子了，你还有脸回来？你现在和这贱奴一起死在外面。想让我走可以啊，
有本事你让穆景言签字，还是说五年了你说不动你儿子，你正好送我做三叔。夏婉晴，穆夫人，我真是想不通，我都已经沦为普通囚，你何苦自降身份跑到我面前说。哎呀，你嘴硬。老巫婆打人啦、啊！是你叫我的名字。秦渊，我最后跟你说一次，今天必须跟这狐狸精断干净，去除否为妻。妈，我也再最后跟你说一次，别找他。大坏蛋好像也没有那么坏。秦渊，你好糊涂啊！那个贱人是在装柔弱来勾引你，你怎么就看不清呢？妈，你别忘了，那个女人脏了我们穆家两年，那害得楚楚断了腿。我要让她偿还债务，受尽折磨，求着我离婚，到时我再风光的迎娶楚楚。你真这么想？那你看着办吧，别拖太久。不知道。稍等，晨晨害怕，我要护士在那出去。还有吗？不管怎么说，怎么了？跳就看到了。夏婉晴，如果说这副表情是你雇的人的心惩罚的话，很怪异。亲一下就受不了，真不会是出来卖的呀。注定不能靠近，爱你的是你的你。他竟让你从此远离。你以为救你一命再亲你一下就把自己当回事了？别忘了，又是个不是真的人救你。是不敢跟你生在一起，再求求你了。够够，别再这么做客。要是怕你死得越早就罢，砸了我名下产业的牌子，我倒真想好好欣赏那几个贱女人是怎么死的。至于我呢，要不是怕你的疯儿子乱喊乱叫传出去坏了他的名声。穆景渊，放心，我以后对你不会再有任何幻想。最好是没有，明天就给我出去，我去穆家做佣人。别忘了，哇，妈妈，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房子。晨晨，妈妈跟你说的，你记住了。记得，晨，妈妈是来打工赚钱的，晨晨不能乱说话，乱捣乱。晨晨，是妈妈对不起你。你本应该是这里的小少爷，就要让你跟妈妈一起受苦。爸，站住！哪儿来的土包子？来穆家干什么？